小米就87才被谁捅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那个画面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。等一下、哦，我们要调整一下，我喽，怪怪的，我长得怪怪的。那你进去可能要调整一下界面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重设一下，怪怪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嗯。上礼拜西门用斯温到底怎么看？我看到认可也一直在练呢、啊，他蛮猛的。哎、欸，西门现在角色池感觉变多了、欸。我稍微研究一下他收认可玩什么，看他现在什么都练、欸，吸血鬼也玩，约利亚也玩。哇，西门的角色口袋要变深了吗？终于不再是以前那个西门，从今以后西门就是口袋非常深的男人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该把左上角用成987吗？这样有点多钱啊 ，BAC， 这样987抖太多了啦。等你真的有那个心情再说啦，好不好？不要硬要逼自己抖987嘛。啊，感谢 BAC。乔伟没登录在名单里面，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乔伟前阵子他奶奶过世了，然后他回新加坡。所以比较少练习，所以因为一些原因，就是 HQ 决定先让他休息一下。因为他很久没练习，他我记得他那时候奶奶过世，他回家一到两个礼拜吧，他跟我讲。所以他不是敲鱼被怎样啊，是真的没办法。你看两个礼拜没练习的话，当然你会先让他从新方名单拿掉，正常的吧。乔伟也很难过啊，因为这件事情。那我刚奶奶感情蛮好的。这人在嚣张三小。蒸发的阿奇了，只要闪现一样要蒸发。晚点开开晚点，不要太早关。感谢文死。OK， 没有问题。但今天大概会 LNS 开打前我会关吧，大概开到六七点好不好？他真的是大威魔术啊，好猛哦那个爆发。你看，如果我刚刚是带时光之力的话，刚那个搞会不会死？现在是雷神格雷夫的时代，娘炮他们浓时光之力，我们不要浓，先干人，对，先把雷神点出来。哦，三路感觉非要上去干他。好，我们之后就玩来三路来二打二。干嘛杀我队友？在那边撸来撸去。各种带风向，走到哪都被死了。哎、欸，飞亚现在应该是 recall， 然后感觉在这边呢。我去杀个中路好了。哇，这么稳哦！
别让昨天的连败造成今天的不愉快，开台就是要玩的开心，玩的八七小鱼三。没问题啊，感谢 Makino， 但是我昨天连败没有不开心啊，很简单，我不会因为连败不开心啊，还好啦，一点点，但其实还好、欸。我觉得连败，反正本来就游戏就有输有赢嘛，连败一下 OK 的啦。哇，被双杀了。哦，松露，等一下，哇，这场等级好高、哦。哎，刚我刚有一枪都开到空中去了，看你们刚好看到吗？我那一枪，我那个烟射完枪中那个烟雾，感觉飞到天空上去了，看怎么回事？刚对天空鸣了一枪哎、欸，嗯，好，直接回这个吧，走起来，散路。哎、欸，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关台在干嘛嘛？我在练习正音啊，打了四场喽，然后练哇，飞在六等了，哇，就飞在这个 gank， 精锐精锐精锐，然后我去单杀这个亚瑟。为什么我死了？为什么我会死啊？为什么我刚被怎么打死？我是被小兵打死吗？还是哪里过来？竟然是啊！我以为我可以吊打他，没想到是我被秀啊！而且还被秀成智障！哎，干什么飞啊？没关系，留两只小的给我，我也开心。谢谢你愿意留两只小的给我。干小兵太多了，我普通 A 包了。我家还有个风墙，看来刚刚不该送。标准送的，开心开台，真的看，我靠背哦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搬回一层。我们前不是很顺风吗？结果现在一瞬间就逆风哎、欸！夏洛感觉是被打爆啊！那夏洛士兵被屌打成智障哎、欸！哦，哇，这个单杀，漂亮漂亮！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别去上路送。瑞文、瑞斯可以的，瑞斯表示我可以。格雷夫不要来，别来送，拜托。感觉需要帮忙的是下路啊，真的不太行。啊，但是感觉包好不好帮哎、欸？他们说好多、哦。
他们直接换线不跟你演。没办到。就感觉飞在他右边啊，太嚣张了！还是他是智障吗？我们来就我们来干他！我操，这combo！哇！这combo太猛了吧！他们这个combo有点强啊，结果。我们两个同时不见了，那不然蒸发哎！哇，非常非常热，太强了！这个 combo， 走到哪就死到哪哎！不行，我们需要找个机会让自己起飞。啊，这场jungle就是前面。带了很好的风向之后就开始送了，前面两波漂亮的 gank， 再来就是两波漂亮的送头。gank 啊，先弄一下好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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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被点过就是啊！没被，对不起。嗨，追我呀！好，没事没事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挂完？反杀 ，please！ 我怎么觉得他会死？不是吧？哦，漂亮！哇，刚红动机在 CD 啊！我今天可以有的跟他打，嘿嘿嘿嘿，就死了。阿萨基，好扯哦！神那 Q 还是被他干爆。这群人一直在换线要干嘛？
哦，这个风枪就感觉可以去上路操一下。哦，我有人了，对，快死了，对吧？我遇到飞爱在上路，我们赶快往上前进。飞爱要来了，飞爱要出现，飞爱下一秒就出现了，就跟你们说吧。然后我们上路死了。飞爱太，他比我早一点。哎、欸，下路有头，走去下路，去下路。下路有头哦，动起来，兄弟们！下路一堆头。欸、我在这里等他，他感觉过来。安安，那就给队友杀掉。巴德。他走了，他又这样离开我。宝哥，你要去哪？妈的！算了啊！出了一口气，不错。成功阻碍到了巴德的路口。纳尔大大 ，Danny， 不，90176等，感谢订阅。哦，下路有 feel 哦，有 feel 哦，干，开干，哇，他不直接干，这样就不好了，这样勾到感觉没办法。我刚以为他直接开，哦呦。两个人一起在里面被定，啵啵。他妈的，你还挂网？鲁兹做事啊，还在闹我哎！鲁兹做事，干！干嘛啦，巴德？操！有病哎、欸！他就是不给回。巴德都在记仇啊！我刚只拿大绝断他而已，杀他哦！拿了50，再断我啊，废物！啊，不断了，垃圾，一直在那边闹，没品，白目。那然后我们那50就让他这样闹我哎，真的是很过分。这也太黑了吧！想跟妈的打？傻小啦，关我屁事哦！来，帮你干渴了。你看你自己送头。我干没死，快逃、啊！快逃啊！要死喽！You top noob！ 哎，不要自己人，兄弟！哎呦！好、哦，走了。干打不赢亚瑟，也算我强哦。
发现韩国人问候人都超爱问候人家妈妈的，真的是神经病啊！玻璃心。不要理他，他够了没？我觉得他只会打这句话、啊，他应该也是英文很废的，他只会打这些比较简单的单字。没关系，我们不用理他。巴德死去，那儿大大，那儿大大 ，KO C H E S L 三等，感谢订阅。快逃啊，鲁兹！疯喽！刚好被毒死，滑掉不会输了。哎、欸，这个饭，哦，这个 Juke 不错不错。干，好可惜哦，差点就没死了。快逃了，不然。海多，应该烧死了。哦、哇！Beastbuster 四等感谢订阅 ，Good Top 啊，GG啦！啊，他刚感觉有点卡、欸，他 E fail 然后普攻扫 A 一下。哎，吵架就不会赢啊！真的是吵架就不会赢啊！吉吉，啊！真的是，关台加分数，开台就掉分。哎，好啦，刚才打有点差啦。其实前面打的还不错啦，是上路送牙送那个头开始就爆啊，然后下路前面好像因为被 Jungle 跟阿杰尔，然后。四个大夫吧，然后下路就爆线了，然后中路感觉没做什么事情，这场就 GG 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刚刚那一波，对不对？我刚看。